敬拜我们的神。首先我们低头就像主耶稣来的，慈悲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公义正直的神，你是完美无瑕疵的神。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用你的圣宝血来帮助你，让我们坦然无惧来你面前，就要来赞美你，就要来学习主耶稣的样子。因为您来到我们当中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崇拜从头到末的都满有主耶稣的圣灵的保守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第一首诗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，在诗歌本233首，圣哉圣哉圣哉。Thank you.
诗篇138篇一到五节，诗篇138篇一到五节，从头到尾，请一声来读。我要一心称谢你，在诸神面前歌颂你。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，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。因你使你的话显伟大，过于你所应许的。我呼求的日子，你就应允我，鼓励我，使我心里有能力。耶和华，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，因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。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，因耶和华大有荣耀。我们下一首诗歌，复兴圣洁。我们需要一个复兴圣洁的人，才能成为主耶稣的圣器皿。Thank you.
诗歌是一个非常美的一首诗歌，我相信它是一个韩国教会的一个诗歌。但我们生侍奉主是一个窄的门窄的路，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，有一天我们就可以看到荣耀的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Oh, sorry.
I am. 好，这就是当你会的紧张压力。OK， 我竟然没有看到我的小朋友到当中，我们来鼓掌来欢迎我们的小朋友。我们的小朋友要唱《保护我的是耶和华》。哦，我先唱英文。Yeah. 第一首歌我们唱这个约翰福音14:6 ，I am the truth, the way, the life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，这个生命。第二首歌我们会唱，就像刚刚 David 讲的那曲，那就是我们要唱这个。